没错，我黄了相。你让我姓程南，我黄了相还不容易啊？你有这实力？那次我妈逼我来的，走个流程啊？还是海誓山盟也是你妈逼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很骂我呢？你还记得吗？这条三年后，你若未娶，我若未嫁，那得多丧啊！你错了啊，不是进门第一桌吗？隔壁屋的就是我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那这相亲费咋算呢？啊，是相亲的吗？对，改变计划。这个我亲自想、啊、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堵。我的错，我不应该选在这么堵的地方。冲你这句话啊，走，你上去。哎，你活干完了，撤吧。啥情况啊？我才正主，他嘚嘚带香。相亲还得找人替，那我跟你出个嘚、啊。我这不是忙吗？哎，走啊，领证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呀，你们2000块钱别让我花了呀！